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在美丽的缤纷小筑，来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楼是什么楼？有一点像白宫。对，这里是我们的图书馆，这里有六层楼，里面有很多书，我经常来这里学习，环境很好。那我们进去看看。好。这里是阅览室，里面有很多杂志，我们进去吧。那我们安静一点进去。好。你说那个小房子是什么？那应该是黑鸟的家。黑鸟吗？我看到了，不是黑鸟，是黑天鹅。哦，是的，我也看到了，他们在那边。是什么？这是践行楼。哦，估计学员在这里吗？是的，估计学员在这个楼里面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好，走吧。那边为什么有那么多自行车？那是共享单车，从宿舍到教学楼有点远，要骑车，有时候还会堵车。这还有自动售货机。是的，每个教学楼的一楼都有。对，我经常在这里买饮料、零食什么的。
你觉得我们的乌马球馆怎么样？嗯，非常不错，有很多场地。是的，然后你觉得他们打怎么样？嗯，打得不错。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？我喜欢踢足球。嗯，我也喜欢踢足球。哦，那太好了，我带你去我们的足球场。嗯，可以的。呼，打羽毛球打得很累。是啊，这操场太漂亮啊，还舒服，我要在这睡觉啊。对，然后你们看，我们这里踢足球很好，而且这里的山很不错，你们看啊。哇，这室内篮球场真不错啊。嗯，这儿经常有比赛。是不是毕业典礼也在这儿？嗯，没错。那我们来打一场比赛吧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好，走。你们会打乒乓球吗？对，会的。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，差不多每个人都会玩，我也学会了。是的，我来中国以后学会了两个技能。什么技能？一个是说韩语，还有一个就是打乒乓球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罗一说吧。好。Thank you.